气头灯流线外形、木纹内装的液晶双萤幕面板，经典欧洲进口车2018年第一季挂牌数就破万，好不好入手成了突破市场低迷的关键点。新的购车的方案甚至包含赠送客户3年的套装的保养，或者是赠送1年的仪式的这种保险，这样的方式，透过这样子的更多元的购车的方案以及弹性的这样子的一个财务的处理的模式，让消费者可以有更多的一个入主的空间，那也可以把这样子的销售的基础可以再做得更大。6年分期零利率再送保险，车系音波科技抗撞防护到360度的环绕主动安全，方向盘还会闪避回震，安全操作也升级。未来的一个巡回的体验，让更多的消费者有机会去体验到三芒星的一个尖端安全的一个科技，车辆的品质，甚至于车辆的一个保护的部分，那都会相对的对一般的消费者来讲更有保障，也更为透明。全台从南到北连3场举办巡回体验，欧洲进口车企力拼在缴税季开出红盘。三立新闻蔡明华、梅凯婷台北采访报道。